好，来，今天为大家开箱的是这个小米的耳机，让大家看看它这个盒子的正面。这里来看看，Mi In Ear Headphones Basic， 这是普通的小米耳机 ，Made in China， Mi.com。One more design， 我看一下，这是小米活塞耳机清新版，入耳式14克，3.5毫米接口。小米的一些资讯，看到后面写着什么？小米活塞耳机清新版，这是入耳式的。所有的参数都在左边了，右边的是颜色，黑色 ，Matte Black 是2016年的产品了，已经。好，上面有个米的 logo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开箱给大家看看。这个就是它的耳机了，里面有的是，它还有附送你一个。这个新的这个耳塞多两对可以更换了，如果有肮脏还是损坏的话呢，就可以更换。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，一个简单的说明书啊，这个是三包凭证，不是说明书的出产地就是中国了，这个是有关保护的，这是关于到三包的政策，一些性能故障表的，还有一些条例。OK， 这个三包政策很普通啊，所以它里面有的就是一个三包证凭证、耳机、盒子，还有一个附送的这个新的两个耳塞，可以让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更换了，就是代表。打开来看看，这是它的耳机本身了，它是有这个一个米的 logo 的标志在这里，可以看到还有它的那个 QR 码，其实它是一个算是不错的，它的那个品质。这是入耳式的，你可以看到入耳式的，嘿，看起来这个配色是非常的不错，很美丽一下。这里是一个上下的按钮，加减的 button 按钮，这是没有米 logo 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麦克风，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麦克风，就是可以用它来进行通话的。我们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